什么叫做 opening stitch markers 呢？就是像别针式的这种记号圈 opening， 它可以打开的。那它说 any color， 所以呢，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。好，我们要挂的位置是哪里哦？是所谓的 yarn ladder。好 ，ladder 是楼梯的意思。那什么叫做你的毛线楼梯呢？就是你的针目中间的这个横线啊 ，horizontal bar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stitch， 第一个针目跟第二个针目中间这条横线叫做我们的 yarn ladder。那我们要在这边哦挂上一个记号圈。好，就这样把它放上去。